次会是八加九吗？以前在那个南部讨债，独立一点，有自己的生活，不要以另外一半的世界为中心。因为你要打打杀杀。没有，我我喜欢小 S。假如说我今天出去应酬，你好像可以帮我挡酒。酒量很好，你叫我去帮你挡酒，你不能喝就滚回家。叫旁边那位帮你挡子弹吧。男性，我觉得你们看起来都像年轻人，应该还不到适婚年龄吧？里面有人三，有，里面已经有人六十几岁了，有人三十三以上的吗？三十，有人三十？你们都没有人三十岁？有二十八的吗？这位是八加九吗？哦，不是，我真的不是，我只是看起来比较像而已。哎，看起来比较像。你有没有做过坏事？嗯，你有做过坏事？他有两次前科了，我刚刚两次前科，对，以前在那个南部讨债的，有。怎么斗殴？没有，不会斗殴。你看起来像会斗殴的。不是，真的没有没有，我只是看起来比较像 S 姐。对。所以你心目中的可以娶回家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？觉得最重要的条件应该是要独立一点，有自己的生活，不要以另外一半的世界为中心。因为你要打打杀杀。没有，你要打打杀杀。因为他要去争角头。没有。That's right。他要争地盘。我想带你添一半麻烦啦。对，你们想要连累到他是不是？好了，太危险。不是啊，就是希望他。你的人生到底有多危险呢？没有，我人生一点都不危险，就希望他可以花比较多。你这个礼拜经历过最危险的事是什么？最危险的事，抽烟喝酒。抽烟喝酒是每天都必须的、啊，对吧、啊？叛逆、哦。不是啊，抽烟喝酒 ，S 姐你很爱喝酒，你应该也每天都喝酒啊。我没有。哦，你没有每天吗？他心虚了，他心虚了，他心虚了。你干嘛嘴软？因为他只要一说，他只要说我没有的话，其他人就会对群起而上。所以你就是很爱抽烟喝酒。对对对。可是如果女友说希望你戒掉。我尽量啊，尽量可以减少次数，但是该社交的时候我还是会去这样。就旁边这位男士应该是想要从今天的男生里面挑一位吧？你再也我看不出来了。我刚不好意思讲。你喜欢哪一个？我喜欢小 S。那就是。哎。那不去。欸、我会觉得我会喜欢小 S 是因为假如说我今天出去应酬，你好像可以帮我挡酒。哎、欸，你给人家这种特质啊？我以为你要讲什么很深，比如说温柔婉约，对，比如说 S 姐气质，他说因为你好像酒量很好，你叫我去帮你挡酒。因为如果假如说应酬真的喝很多，状况不好，然后女生出来哎帮、欸、你挡一两杯，就哇。好婆，我要娶她。你不能喝就滚回家。你给我 get out， 老娘自己留在这边喝 ，OK？ 有道理。帮他挡酒挡个屁呀、啊！不能喝就赶快回家。你叫旁边那位帮你挡子弹吧。主持人生气。我生气了，真的。哇塞。